两条，敢独裁不敢独立，哎，为台湾民主送终。台湾的民主已经被民进党背叛了，民主烂党背叛民主，必遭天谴。有这样子的逻辑吗？没有。对，所以我们觉得现在的民主已经没有了，只是在用我们的独裁政权，对不对？在特种期啊，有一些重要的紧要对象啊会离开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。你看山上还有一些抗议的团，会怕他们冲上？有，会怕他们冲上？我们是防范团啊，防范一些突发的状况啊，来做一个处理。那这一次就是上任之后第一次遇到这么大型的，会不会觉得有点压力？在台北是我是第一次啊，之前在其他县市也是处理过很多这种类似的活动啊，所以没有问题啊，一定有信心来达成。Walk smart， 不要太 walk hard。像这个市长也常挂在，我不晓得，所以两个人好像都有一样的想法。这个人力资源有限，那优先次序。轻重可以，能够做，可以找到，不可能说啊无限的变数，他变了。